今天带大家吃的这家店距离百年老店只有七十几年，能开这么多年的店一定都是有其特色的，对吧？进化浦路这条街好吃的还挺多的，这一家呢叫做一品香砂锅米线，这招牌就告诉你了，他们家主做砂锅主品，普通砂锅米线小份的10元，如果要臭豆腐就要14了，别说这臭豆腐还挺贵的。那我就要它吧，全款一次幸福情拿下。砂锅上来还咕嘟咕嘟冒着泡，拌一拌小心烫嘴，开吃吧。臭豆腐非常软嫩，几乎无法夹起来，没有苦味，必须好评。也不知道今天我是哪来的灵感要的细米线，他家的细米线是傣族撒撇那种非常非常细的，这点让我很意外，但是品质是不错的，不断也不干，汤底咸淡适中，是一碗很好吃的砂锅米线哦。如果正好在附近的话，记得来尝尝。最近昆明的海棠花开了，愉园的景色无敌美丽，如果你有空的话，顺便去赏赏花，春游一下呗。今天就说到这里咯，拜。